你帮我站这个位置。这里啊。摄影师这样 OK 吗？绿影哥，我们再前进一点。前进。对，好。然后我们今天是拍那个尾牙的 VCR，我知道这个开场的 VCR。谢谢啦，因为这厂商也蛮大件的，谢谢你们对我的邀约。那刚刚工作人员跟你对过词了吗？有 ，OK 啦，这个对我来讲哦，简单到爆。我跟你讲 ，piece of cake。那太棒了，摄影师，我们准备好就直接开始喽。OK， 好来，放心啦，来现场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厉害啦，各位朋友，各位同仁，辛苦你们啦！我是威廉省沈玉林。哎呦，一年又过了，行。暂停一下，好像少了一点东西。少了麦克风。哦，这不能忘，这不能忘，这不能忘。他拜托了，对不对？拍谁啦？录没带机啦？录到开心处，然后说没麦克风。来现场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厉害啦，不得了！各位朋友，各位同仁，大家辛苦啦！你不觉得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吗？还好啊。哎，像我这种等级的呢，来这边录影片呢，你们好歹也要给我阿妹吼那种小白等级的麦克风。那、你给我这个一支这个价格不到2000块的麦克风，这样子我怎么录得下去啊？跟你讲，我从一进来吼心情就不是很好。你看你们给我穿的什么衣服？马戏团啊，我的价格跟这支麦克风哦一样，2000块。啊，那个拍网络影片哦，钱很少。将就一下。啊，钱很少，你不能苦到我啊。我先休息一下，我想办法看怎么弄，要不然这样录不下去。啊、你应该是第一次当导演啊、因为如果有经验的导演，通常不会留这种头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也想一下，你也想一下。玉林哥，你要不要再商量一下？不好意思。我跟你讲了，因为这种影片哦，要拍得有质感一点的啊。你光连麦克风都不到2000块，这麦克风真的很好。好在哪里？调 A 口，音量高低音都可以调整，很棒的麦克风。它长得是蛮漂亮的，没有错、啊。我看懂了啊，你要早讲，你也真是的。不好意思。就跟我们那个 CD player 一样，它可以调整音质啊，就 treble 嘛，高音 ，bass 是低音嘛 ，A 口就是刚刚回音，刚就是 A 口开太强了、那是不会唱歌人的救星。像我们这种会唱的人，就 A 口不用开那么强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帮我一样在这边。那我刚刚还在那边乱闲。摄影师这样 OK 吗？这个位置。玉林哥再前进一点。前进。OK， 好。OK。然后现场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本片耗资千万制作好莱坞专业等级知名台湾主持人，保证精彩票房满座，从走无期尾牙开始。厉害啦！各位同仁，各位朋友，辛苦你们啦！我是威廉省沈玉林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过去的一年呢，大家相当努力。今天就要来犒赏大家啦！大家准备好了没？还没准备好的人，不要再滑手机啦！赶快把目光的焦点呢移到舞台上面来！已经准备好的，恭喜你啦！今天呢，大家就是要来拿大奖的，各位，下一个大奖的得主就是你。